賭王何鴻燊在5月26日離世，享年98歲，由7月8日起一連3日會在香港殯儀館度舉行喪禮。藝人黎子珊昨日都有去到靈堂致意，傍晚6點半左右現身，神情非常凝重，未有接受傳媒訪問。黎子珊其實是何鴻燊的外甥女，她的姑媽黎婉華就是賭王原配夫人。黎子珊之前在訪問中都有提過，何鴻燊非常照顧她和弟弟黎烈的生活，而她加入 TVB 其實都是靠姑丈搭路幫忙。